王一博队长这个机灵鬼一来火锅间就看到新鲜好玩的东西，拉弓的姿势真的太帅了。哎呦哎呦，我、哦、没有没有没有，十米哇，可以，挺准了，一两次哦。十米能中吧，不容易啊！啊，射箭你举得很累，这样的话会弹。对，然后是侧面这样，侧面，捏绳子，就是稍微比这个十上面高一点点，拉满弓、啊、比十高一点点。OK， 嗯，一博王炸战队的队长王一博，我们看看他现在气若神闲啊，笑看一切，觉得非常的稳健，完全不在话下。结果拖把。这个要算八吧。王指导果然是自己有招啊，还知道自己蘸水。我们看他最后一箭。哦。九环。